周美青逛高雄瑞丰夜市，走到哪都有支持者要签名、要合照。周美青展现亲和力，通通来者不拒，但嘴上只向民众简单说谢谢，只是碰上了小狗，第一夫人话变多了。哎呀，你的小狗好乖呀！你的小狗，哎呀！ 周美青爱狗，就连逛夜市卖小狗衣服的摊子，夫人还特别停下脚步挑选。夫人要买给马小九吗？第一夫人跑夜市，稍早之前造访屏东，一下和小朋友说故事，一下又参访庙宇。周美青嘴上虽然不明讲替马总统拉票，但行程满档，频频曝光，同样是替蓝营选情加温。三立新闻薛仁宏、张晃明南部综合报道。